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提到古镇，相信小伙伴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各种人满为患的古街古楼了吧。毕竟很多人对古风都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因此很多城市也都打起了修建古镇吸引游客旅游的算盘。但是殊不知，平地建起的古镇根本没有古镇的灵魂。这样的地方吸引游客容易，但是想真正留住游客却是非常困难的。曾经红极一时的龙潭水乡的古镇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例。龙潭水乡古镇坐落在成都市的中心区域，总耗资高达20亿元人民币，历时4年才被建成。古镇内的建筑几乎全是小桥流水，古色生香，是一座堪称完美的仿苏式园林风格的古镇，被誉为成都清明上河图、成都周庄。古镇开业前夕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做得相当充分了。据统计，在开业前3天，游客数量就超过13万人次，古镇在一时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各大媒体都是争相报道有关古镇的情况，似乎龙潭水乡项目已经踏上正轨，有望成为第二个乌镇。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准备庆祝项目成功的时候，古镇的游客数量却骤然减少，商户们在这里看不到前途，也纷纷关门闭户，最后人去楼空，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建筑，残旧破烂的船只。小编认为，龙潭水乡古镇之所以出现如今这个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历史文化底蕴不足造成的。毕竟这个地方一没故事，二无名人古迹，建造出来很明显就是为了圈住游客赚钱嘛。开发商也就当花20亿买个教训吧，我们游客也不是吃素的。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